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我知道大家今年都很难啊，受这个口罩的一些影响，我觉得很多的实体经济还有方面人过得是比较艰难的啊，也有很多人想找一些好的项目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这个国家的这个要求啊，我们这次搞了一个活动，就乡村振兴，看到没有？找好项目，这里呢有那个发明迷袁胖全国巡拍秀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呢到了这个天津。这里有一个发明人，叫做邵春生，他就是小学文化毕业，做到现在的资产上亿啊。我们等下去认识一下他，好吧？走。第一台机器通过央视我爱发明之后播完以后，我日照一老大哥，到现在我印象很深，丁元之老大哥，因为他是看中央视我爱发明买我的产品，他就告诉我你要对得起央视，所以说就是啊，他告诉我这句话，我就想了，说这人央视中央视给我介绍我的产品，我的产品好，咱们就要往好里做，必须的，就是以这个初心做好这件事。